福报人人不一样，叫命不相同啊。命从哪里来的？过去生中修的，也不是自然的。命是自己造的，所以命可以改变。改变有改变的理论，有改变的方法。你看《了凡四训》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云谷禅师教给他改变的道理，教给他改变的方法，他真干。一年效果就产生。三年五年就明显的改变了。像袁了凡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，只是人家没写出来。他是自己把自己一生改变命运这桩事情写出来，交给他儿子。是交给儿子的私讯呢。他自己也没想到会流通这么广啊。流通越广，时间越长，他的功德越大。为什么？帮助多少人？这本书救了多少人？我年轻的时候，在公家机关服务，有一个同事，人非常善良，遇到了困难了。家里小孩多，五六个小孩，待遇很微薄，养不活了，几次想自杀，那自杀是不负责任，你家里人更苦啊，孩子更苦。跟我是好朋友，在这个困难当中，我送他一本《了凡四训》。那是我刚刚接触佛法，我把这个书介绍给他，我告诉他这本书好，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给我。我拿到这个书，好像在两三个月的时间，我读了30遍。我自己深受其利，自己知道过去做了很多错事，特别是杀害众生，现在知道错了，知道忏悔了，知道回头了，他全家学习。环境转过来了，他感激我，他说我救了他一家的命。我说不是我救的，是你自己救的。
啊，你认识了了凡四训，这个东西救了你一下。啊，像这种情形多。啊，人到中年之后，啊，四五十岁，那个忏悔的心就有了。啊，接近晚年了，自己一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啊，在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、苦难的时候，啊，人就会反省。有这么一个好书来指导，啊，帮助他反省，帮助他忏悔，帮助他改过自新，他成就了，啊，难得了，啊，以后大家的小孩，我听说就三个四个，都拿到博士学位。啊，老年的时候，儿女起来了，家庭环境改变了。啊，他走了之后，嘱咐小孩，啊，有时间要来看我。要来护持道场，啊，带小孩来见过我两次，啊，善言善行，尤其是写成文字，利益无尽。